好，李玲好，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。对茶叶暗夜起始，乡亲朋友天朝都是感受到天气系变到较无稳定。透过雷达回报图，安尼都是看到哦，主要都是近期南方域内有一潜水器向北偏西嘅关系。最近比赛讲，川台半国体拢系就落到短暂天气系持续就透露之间，就其他巴山区嘅蔬菜含有山区嘅部分哦，露之间天气系就更加鲜明咯。气象处了下，每天偏系针对南投、高雄含有发电嘅山区，其实拢系有发布台积提报，所以提倡土山区嘅乡亲朋友系讲嘅发通都系特别注意安全咯。不过石宽道呢，其实两千南方区内大概影响千千名嘅部分，然后既然天天离开台北呢，所以大概至少土安部过后呢，其实大概至少都会慢慢停落来。而呢个石宽道下一种土来关心天空嘅天气形态，台湾天气呢，其实呢大概落几个天气南。风卷内向北偏西过后呢，影响无对台湾都无嘛个影响嘞。不过天公近期还系受到东北季风嘅影响，所以像系北埔地区、东半埔地区、东方面嘅蔬菜，拢还系会有落到短暂天气。中南埔地区天公无落雨，天时会转做多云到晴日头嘅天气形态。大概本土未会较显明嘅回升，到拜六嘅时节。近期东北季风减弱，各地温度系更加显明嘅回升咯。系两礼拜较稳定嘅经验。不过冬季到八月，还能够看到下几种图哦。在看到八月近期呢，就有另外一次东北季风会增强。那次东北季风系集群台调冷气团嘅等级，所以呢，八月系了解过年假到元旦嘅时节，大家请期待嘅点刷了年咯。所以咪特别提醒大家，了解点刷了年呢。北埔、东半埔地区，系讲爱去跨年夜，系讲安排发通嘅时节，都系特别注意，就较少难得哦。嗰度看到下一种土来关心，都系各地落雨嘅情形。石宽道近边暗夜到天公打造了段时间，南方卷内天天向北偏西离开台湾过后，中南部地区大概落雨嘅情形都无咧。不过呢，东方面嘅蔬菜，北埔、东南部地区其实还系有落到短暂天气。天公今年爱特别注意哦，北埔地区其实还系有些有冷嘅天气形态，主要都系近期还系受到东北季风嘅影响，尤其同云南一片受到天气嘅影响，即会落到更加鲜明一些。另外，东半部地区未会有落到冷冷森森嘅短暂天气。未来一礼拜嘅天气，能够落看到下几种土来关心，都系连续两日都几嘅情形。拜六嘅时节，其实在讲呢，系两礼拜天气较稳定嘅经验，主要都系近期东北季风减弱，所以像系中南部地区，拢系强度多云嘅天气形态。不过东方面，东半部地区还系会有落到短暂天气。跨年假到元旦两日，近期有另外一次东北季风会增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像系东半部地区天气还系较无稳定嘅，北部地区未会有冷冷森森嘅短暂天气。过来到下礼拜二，主要东北季风减弱，天气会变到较稳定一些。不过下礼拜三就会有另外一次东北季风报道。过来看到下一种土来关心都系本土嘅部分咯。其实未来一礼拜呢，主要台湾嘅天气都系受到三千嘅东北季风影响。头一次东北季风主要都是两千哦，到天公交旬的时节会慢慢减弱，本土未会慢慢嘅回升。过来呢，跨年到元旦两千是两届东北季风轻强嘅一次哦，所以呢有机会接近台调等气团嘅等级，北部地区地温未有可能会来到十四度呢哦。过来下礼拜三就有另外一次东北季风会报道，所以呢两届未来一礼拜呢系讲会安排注意了天气嘅变化和系动态。太高的特别注意，就较少难到。